太阳的后裔效应不单止令剧迷疯狂追剧啊，它更加影响了今年春夏的 fashion。 但是女仔穿军装大家又怎么看呢？ A 撑是甜美风， B 撑是军装风。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访问，了解一下男士们的看法。等我看看 A 撑呢？ A 啊， A。因为性感啲，佢好清爽啊！第一个感觉，因为 A 餐好似女人味多啲咯，我中意啲女人味多啲嘅女人。其实两个都几好啊，不过 B 好似好啲。B 餐 B 啊？点解咧？我觉得佢比较有型少少，系咯，型啲，好啲，有性格啲。其实军装风同甜美风两者唔单止冇冲突，而且更加可以相辅相成。今集就教下你军装风点样可以着出呢一种外刚内柔嘅女人味啦！呢身优雅淑女风嘅 lace 连身裙真系甜到不得了啊！如果简单加上一件秋绳军褛，即可以中和咗 lace 嗰种甜到漏嘅感觉。lace 连身裙同埋军装褛，一个超女人，一个超 man， 但系撞埋一齐嘅化学效果真系管理唔到喎！Lace top 加窄牛是非常稳阵的 OL 穿搭，想加点个人风格的话，可以来件短版军褛，不单止可以在冻的时候拎来挡一挡冷气，更加可以将你的女强人气质逼晒出来。香港夏天太热，很多时都会想着得清凉一点 casual 一点，这件薄薄地的军绿色恤衫就可以帮到你了。行街行到太热的话，又可以绑在条腰上，尽显你随性的一面。边个话女仔唔可以赢过男仔噶？今个夏天各位师打就一齐跟金志媛 on 呢，做个集型格同甜美于一身嘅潮人啦！